劳工福利大会是由劳工福利协会的理事长王小昌主持的。这个会的意义是在讨论如何加强劳工的福利，增进劳资的感情，解决劳工的困难。工商协会理事长王军一、中央五组总干事王家树都先后在会中致辞。大家一致认为，我国的福利社已经发挥了很好的效果，同时福利工作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一环。今天到会的有政府代表、资方代表和劳工代表300多人。目前我国的劳工待遇并不算高，但是劳工福利会对工人衣食住行、娱乐以及生老病死的福利设施，可以说是维系劳工生活的重要关节。